在这个夏暑渐修、秋意渐浓的美好时刻，星空传媒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于8月25日开启了校企合作的新篇章。在开启仪式上，梦想强音旗下艺人周深、黄一作为艺人代表，也说出了自己对于合作的想法来。周深表示，这个合作教育基地的建立对艺人来说是大大的福利呢。周深更是笑称自己将会是音乐基地的常客，希望今后能和功绩大的学生一起在这里享受音乐、交流音乐、创造音乐。现场他也透露了自己筹备了2年即将面世的新专辑来。我的新专辑呢，首先就是先叹一口气，因为很长，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2到3年左右。然后制作人2到3年，对。然后制作人是高晓松老师，然后整体风格还是比较延续我的，就是抒情那个风格。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风格不太一样的歌曲。然后总之就是希望我们精心熬的这颗丹能够让所有人都喜欢吧。星空传媒总裁田明与夏建国校长现场就合作项目致以热情洋溢的发言。田明总裁表示，非常感谢这次校企合作的机会呢。制片人兼歌手的黄一作为音乐领域的创作型人才，也称这个音乐基地对公司艺人和学校学生来说都是一个福地哦。现场黄一也大方地赞叹起周深来，对于他的喜欢也毫不掩饰呢，说起了自己也期待与周深的合作呢。能说别人贵，就是自己更贵，所以没有